亲昵官宣蔡徐坤当导师，本季阵容争议大，或与说唱导师起冲突。近日，据媒体爆料，蔡徐坤正式加盟《青春有你二》，这是继 Lisa、Johnny、J 之后，蔡徐坤成为《青春有你》第二季的第三位青春制作人代表。众网友表示很期待。蔡徐坤刚从偶像练习生出道，出道时间不到20个月，便从张艺兴手里接过接力棒，成为《青春有你》的青春制作人。蔡徐坤作为从爱奇艺偶像练习生第一名出道，人气团体 9% 队长，无疑是中国新一代青年优质偶像的代表人物。他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优异成绩，更是跻身中国新生代偶像商业价值榜榜首，成为音乐素养与商业价值兼具青年偶像。如今官宣出来的信息不多，大家知道的除了蔡徐坤以外，也就只有两个导师 Lisa 和 Johnny J。 他是一位说唱歌手，这次上青昵也是担任说唱导师，论说唱能力他绝对是有实力当导师的。此外，新一季的导师阵容也不禁令人期待，他们将用何种方式教导训练生们。